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ngel， 而家经营紧 Angel the Medic 呢一个 YouTube channel。咁其实呢个 channel 都几新嘅，到而家运行咗唔够一年。咁我主要会同大家分享一啲学术嘅 content 啦，譬如话去考中学嘅文凭考试，有啲咩技巧可以应付到。我作为过来人都会有一啲嘅心得啦。咁同埋咧，我都系一个香港嘅医科生，咁所以有时都会拍下一啲医科生嘅日常，譬如话医科生到底上堂嘅时候系点样嘅咧？考试嘅压力有几大？而我在拍这些 content 的时候， Nikon 的 Z30 就成为了我的最爱选择了。尤其是在医院附近拍片，部机小一点都不会那么引人注目了。还有很多时候在室外拍片的灯光未必可以就到我那一刻的角度，而 Z30 就正正可以捕捉到这一点。就算我没有特意打光角色出来，我都是不需要后制的。所以 Nikon 的 Z30 就成为了我最近每次拍片都一定会带在新的相机了。如果大家对在香港作为医科生的生活有兴趣的话，就去 subscribe 我的 channel 啦。拜拜。